简单跟你们讲一讲物流。消息的物流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其实也挺简单的啊。它的物流可以说是在所有跨境平台里面啊，跨境平台里面啊最简单的，它的物流最简单的。因为简单，咱们去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说它简单啊？因为就是它用不着你去找第三方物流啊，用不着你去找第三方物流。那涉及到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有时候会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当其冲，第一点，你要找第三方物流，那整个一个物流的价格，前期你谈不下来，对吧？你要真的找第三方物流，前期价格肯定谈不下来，除非就是说你去搞个海外仓，然后就是说定期往仓里面发货。但是呢，这样整体来说成本太高了。那削皮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是官方物流，所以说的话呢，不需要你找第三方物流，那物流的价格也就不需要你去谈，你只需要支付国内的物流费用就可以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也不需要啊，也不用你去操心寄到国外的问题。啊，也不用操，你去操心寄到国外的问题，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官方自建物流，啊，属于官方自建物流。那官方自建物流这一块的话呢，首先第一个物流费用便宜，啊，物流费用便宜。你们要真算起来，对吧？假设台湾站，对吧？假设台湾站，我待会再跟你讲那个定价的事情，不着急，后面会讲到定价，啊，规则什么的也会给你提到，来。台湾站这一块啊 ,SLS 是真的便宜，是的。啊，真的，如果说你按照台湾站去算的话，如果说你的产品在500克以下，对吧，你的产品在500克以下的，你作为卖家所要支付的费用，来我问一下，有没有知道是多少的？500克以下你作为卖家所要支付的费用大概有多少，有没有知道的？没毛病，15台币啊，你只需要支付15台币，算到人民币大概也就3块5毛钱，对吧？算到人民币也就 3.5 元，这已经很便宜了，对吧？作为卖家，你所要支付的只需要15台币，你还能找到再便宜的这种物流吗？对吧？你还能找到第三方的这么一个平台能给你3块5的这么一个物流费用吗？你正常情况来说，一般来说第三方都是以30块钱为首重啊，30块钱为首重。物流规格表哪里找？你们找赵云 ?C 你加赵云了吗？你来我课堂听课也不第一次了，你加过赵云没有？有赵云微信吗？加了，找他要去啊，找他要去。找他要去。来，你们没加的也可以加一下，你们没加的也可以加一下。去找他要那个物流手册啊。啊，找他要那个物流手册。物流手册里面就有关于他整个一个就运费啊规格啊之类的一个说明啊，中午那会儿还在看。中午那会儿我还去扫了一眼。啊，就关于他运费是多少，然后就是说规格是多少，在这里都写了一清二楚啊，然后完了你们去找赵明要去啊。这东西你们找赵明要，各个站点都有，就是说所有站点它都涵盖在内，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越南的、巴西的，来都有啊。回头你们自己去找赵云耀，我就不在课上给你们讲太多了，耽误时间啊，耽误时间。我是认为就是说能用文字文本呈现的东西我尽量不在课上讲，好吧，这样也不会耽误你们时间啊。来，我们接着讲我们接着去讲官方自建物流费用便宜，对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它官方自建物流，所以说的话其实我们发货也简单很多啊，我发货也简单很多，你不用去找第三方物流。那这样的话呢，你只需要把产品发到啊转运仓就可以了啊，转运仓就可以了。而且削皮它这一点其实做的还挺好的，可能对于就是北方的一些卖家相对来说可能没那么友好，但真的是说你说对于就是偏长江以南这一块的，对吧，就长江以南甚至说黄河以南这一块的，我觉得都还可以啊，就黄河以南这一块我觉得都还可以。为啥呢？因为它的就是各个它有很多转运仓啊，分别是上海
义乌、泉州、深圳四个转运仓啊，转运仓还挺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意啊，我基本上都由北到南给你们去排的，由北到南给你们去排的。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说人在北方的，对吧？或者说你的货源在北方的，那你就说尽量发上海仓，对吧？如果说你货源在南方，或者说离深圳比较近的广州那一片的，然后完了你就直接发深圳就好了，对吧？直接发深圳就好了。所以说转运仓比较多。然后上海、深圳、泉州的话呢，这三个仓被合称为华东三仓，啊，被合称为华东三仓。啊，华东三仓，也就是说，你只要把产品发到这三个里面任意一个仓库都可以。但是呢，深圳是啊，开通店铺以后默认的转运仓，它是开通店铺以后默认的转运仓。啊，这转运仓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省事的。然后完了就是说，你们最开始，如果说你下来的时候，你的转运仓，你不要问我转运仓在哪。或者说你不要说我能不能直接发上海，不能啊，你只能发深圳。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要去改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去找客服，也可以改，或者说呢去找你的运营经理也可以去改。不过一般来说可能基本上首单都是从深圳走，因为你只要产品传的好的话，选品选的好，基本上出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个平台来，这个是三仓啊，四个转运仓的话，华东三仓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混发啊，可以混发。也就是说，无论来说你签的是上海仓还是义乌仓还是泉州仓，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三个仓你可以随便发，能理解吧？就比如说假设你签的是义乌仓，但是呢有一单它出货是在常熟，那你这一单就可以发到上海仓去。因为你们要知道一点啊，就是说无论泉州还是义乌啊，无论是泉州还是义乌，你即使把东西发到泉州或义乌了，到最后还要走上海走啊，还要走上海走，所有的产品还要再送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来一路再发往各个站点，啊，一路再发往各个站点。